送给你们狗罐头。你醒醒，我又不是二狗。再动我就把你毛给停了。二狗真是好惨的一条狗，睡觉还要被你虐待。打我！你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还不是你昨天晚上睡觉不老实，折腾的我都没睡好。周川老师，昨晚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答应要娶你了。千万别当真！切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恭喜你，你的贞操保住了。昨天你跟姜老师喝酒吃肉吹小风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两个酒量那么差的缺德鬼，不能喝就不要喝。哎，谁酒量差呀？姜雨辰的酒量差。你的朋友姜雨辰老师，此时此刻就在门外。对，是我，不是你们的幻觉。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误会和更丰富的联系，你们二位能不能打开这扇神奇的大门？